你不是曾经你是说要填麦克风吗？讲过填麦克风，因为在电台哦，很危险哦。舒南不在啊，这什么东西？这就是你，他是耳朵哎，这什么东西？这就是你说欧美的实况组，然后拍一堆实况。哦，对啊，他那个包为什么都那个有那个分类在那边填？ASM 啊。这是可以直接舔的，哎，对，我感觉这台比较危险。你舔舔看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还好，我可以稍微简介一下，请说。这一个 ASMR 的这个麦克风，它是有两个声道的，所以你舔左右两边，他们会听到完全不同的声音。然后这个上个使用的人是赤鬼波波啊，赤鬼舔过，赤鬼舔哪边？我问一下，这个耳朵里面这是耳屎吗？哎，不是，那是有点脏，没有没有，那都清过了，都清过了，是啊，赤鬼上次都舔这个，对，也是在这舔，一年多前，对，看我干嘛？看我干嘛？这怎么舔啊？这样吗？还没。我感觉这一台今天应该过不去。这个要怎么舔？你先示范一下，我看一下。等一下，你们确定这是可以舔的吗？可以舔的。塑胶味很重哎、欸，所以这就是这样子。对啊，这是这样子舔的吗？对。这有声音吗？有。为什么感觉那么憨啊？